有一间菜场得到毕秘章的推荐。已经我伫20多年前伫电视台做总干的时阵，曾经带着摄影团队来甲伊介绍过。毕秘章推荐名单，串这菜场里啊。当然真替伊欢喜，得到毕秘章的推荐。恭喜哦，毕秘章哦，生意有较好无？加减。我以前来得足久，以前来过恁这间店呢。嗯，只有花生酱而已。我来介绍一下。这是我们的决明子茶啦，哈。决明子茶。几种汤？几种汤俩哈。来，另外两只是辣椒秀，这款辣椒膏，对上面白酒我看卖者。高兴。高兴的辣椒膏在南部真受欢迎。啊，你今麦怎么这是要吃九本的哦？哎呀，嘴都大出来。当然啊，花生粉。伊只反正只，伊只就是拄啊菜场，啊甲即个啥物汤来看，感觉。味素。味素汤内底，甲我们啥物豆腐啊啥拢无。紫菜、味素、豆腐、姜母。哦。姜母。啊，即两行尔嘛，对吧？系啊。对。爱豆下下酒。系啊。一包豆油的哦，好。哦，安尼哦，还够方便咯。在家是用十几担啊？哦，啊是恁家己设计吗？没有，我今年设计。哦。哎呀，就迄个鱼用包包安尼一包一包的对吧？嘿，啊，本来这种的机械用粉，就包土豆腐，有含包土豆腐的机械。哦。啊，包酱料的含酱料，啊辣椒含辣椒。哦，是啊，所以拢有每一种一个机械。因为我们的机器有的是在后面。哦，是是是。哎呀，你这是叶桃叶哟。哎，不是，我们是桂竹叶。桂竹叶。就是我们所谓咱们这桂林啊，这种桂竹叶。好。啊，现在还出这种桂竹叶。对，对，这种哎。啊，为什么也用那个桂竹叶？不是用，因为我伫台南咧叫拢。台南是桂竹叶店，啊，我们老老板他从以前在包，就是都是一直承用这种叶。台南是叶桃叶。嘿，台南是叶桃叶。对啊，恁开用桂竹叶，你以前就是拢用这个就对话啦。以前的。哦，了解。对。你这的毕秘章来的人，应该拢你拢唔知嘛？秘密课。对啊，秘密课嘛，哎呀。所以有人说你们是请他来的，因为很多老店在抗议啊。哦。其实我听过那个浅秋，他在电视台有讲，他不是只有看你的东西，他还要检查环境。这两页是新页，这个是旧页，这个这个洗得很干净。什么叫旧页？旧页就是烟鬼。收回来，因为你要有一个旧叶子在包，比较好包。哦，是啊。北港花生。哦，北港花生。台湾的长糯米。长糯米是对糯米。台湾的，南台湾的。台湾的什么说？是糯米，糯米。嘿，糯米。糯米嘛，吼。对，糯米。是啊，是啊。一定爱糯米的包子。啊，你这无台湾的，我看迄个那是中国进口的迄种，那是走私呢。哦，哎，走私吗？中国大陆的东西不可以进，越南的可以进，可是我们不用。越南的可以进。太硬了吧？嗯，其实也不会，他们的东西现在不输我们可是我告诉你，现在用那个都没用，因为价格都差不多。现在都要100多块啊。是。物资波动啊，我们以前去年卖30，去年11月份才卖35块，真的是真的成本啊调得太高。其实我们最近生意实在不怎么好，是因为毕秘章。有跟我们推荐，我们生意又好起来，不然疫情的关系，谁要出来都没有人出来。哎呀，我们都不想做。那你们一开始的时候，为什么跟他这届菜长呢？比较单纯啊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在弄荤食的东西啊，比较单纯啊。哦。其实说他单纯，他的细项工作蛮多的。啊，你上届早咧做新是咧做工人节还是安怎？那时候有卖肉粽，可是来我后都没卖了。哦。那我公公他们手里就没卖了。为什么？
不好做。不好做。嗯，我们想做单纯一点，就是卖菜种而已。啊，就是我说知影，就是讲工人爱食这個菜长，他靠亏力啊。对啊。啊，个无好容易消化。糯米类，啊、米類它等于在吃饭呐、啊。哦，你吃一粒粽子等于一碗饭的呢，它有600卡的热量哎。哦哦，哦是安尼哦，还、啊、有决明子茶是安怎用？怎么抽吧？啊，其实那吃喝决明子茶，它比较会促进消化。促进消化嘛，对对对，哦、然后这样清清淡淡的。哦，好、哦。哎、欸啊，你诶网络敢唔增加？你敢卖网络？阮是有做栽培，啊，网络上我无做。栽、啊，无用栽培啊，敢唔比较增加？哦这阵无较增加，其实伊的巅峰期是伫个端午节，啊，端午节过后就有比较少了。啊，这次这个比灯的关系，我们都有新北跟台北的客人最多了。无，即等于讲，我甲偷先偷即个锁仔头，啊，人也要爱几颗几颗，阮窗仔会使共甲做伙。比如讲，人家要买伞的5颗啊、4颗啊、3颗啊，哦、嘿。啊，你现在还没煮过啊？这个是已经冷冻煮好了。啊，冷冻煮好。煮好了，冷冻的、哦。那我现在是因为我们在绑粽子的时候，会把这个绳子给它用一个用这个绳头给它绑起来，这样在煮的时候，它袂讲。他来讲安尼滚滚滚滚滚来时阵，迄罐夹过，迄罐迄罐夹过，迄罐，我掉起来，先安尼处理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阿天公，我现在在处理，说把这个头先把它拿掉，啊，等下客人如果要买的时候，可以像他要5颗，我就可以这样5颗帮他绑了一串。对对对，哎哎，我要先把这个绳索弄起来。哎哎。有好价无？好价，挺好价。好价。嘿，菜场挺好价。菜场挺好价哈。都被背上了。都被背。都被背上了哟。哦，没话嘴。两两两两。没咋的啊不？哦，搁等下煮些安尼哦。嗯。那些以以前浙江人家套餐起来吃菜场呢？嗯。嗯。那是浙江的啊。用做工的，所以到再来吃这个。再买5颗，10颗哦。5颗。哦。它好加酱料哦。哦。酱料高，它好不好？买回来吃。哎。啊，你为台南走来到高雄买菜场，你有台南人要怎麼讲呢？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挂出来。对我来讲，菜场里也算怀念的滋味。